身提醒七天。臭豆腐肥肠。哇，臭豆腐。臭豆腐什么？这么骚气的？好棒啊！好重啊，味儿太重了。因为我本来是想要做姜丝大肠。姜丝大肠。今天的主题改了，就变成要命名做。是是是。改成长沙风味，那到底是什么呢？刚我们沿路到这个地方的时候，沿路都是臭豆腐、臭豆腐、臭豆腐啊，臭豆腐肥肠。哇，会不会太辣了？也就这样了，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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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已经出汗了。天哪，太香了！ Oh、天哪，我真的。简直了！刚才已经宣布了要做的是口味虾，口味虾。嗯，爱不爱吃口味虾？爱，不辣的，不辣的。最终评判的是他们，对，他们不一定爱吃你们那个，但是对我们那个不一定就不好，是对不对？出锅了，提前出锅，提前出锅，来，不是。咱们何必这么有自信呢？咱们好好的，行不行？不是，因为再弄它就烂了啊、哦！对，来，我把好把汁倒上去，汁倒上去。对对对对对，会不会太辣？好，来，提前完成，上菜喽！哇，这道成功了！真的不敢相信哎！哇，好香！卖一个广告，卖一个广告嘛，自我安排，广告，看嘛，这个像模像样的。如果做的不好吃，是我们提前完成的；如果做的好吃的话，提前完成都能那么好吃，对不对？哎呀，你老跟个电视直销的似的呗，在边上。